是凤梨是日本的叫法，差很多，有差吗？所以菠萝从来不会是哈密瓜，因为我就觉得菠萝面包就不会说是像凤梨啊。台湾称香瓜不是浅绿粉色那个，好像叫美浓瓜，好像是吗？是吗？最近很少看到香瓜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很多热门台湾热门的水果都会被做成饮料，但是香瓜系列饮料好像几乎没有要就是用哈密瓜，哈密瓜系列的那个饮料店好像有看过饮料店在卖哈密瓜系列的 的饮料，但是香瓜好像没有对不对？马来西亚叫做黄梨，黄梨是凤梨哦。香港叫做菠萝，菠萝也是凤梨。哦，哈密提，哈利，哈密啦，哈密啦，可恶！哈密瓜甜度跟香瓜差太多，没有香瓜其实也有很甜很甜的呢，真的。香瓜也有很甜很甜的，台湾香蕉、凤梨饮料什么的很少，很多吧，很多我觉得。香蕉可能比较少，通常都是什么巧克力香蕉牛奶啊、巧克力香蕉什么的啊。然后，如果是凤梨的话，还蛮多的不知道还是因为台中才比较多。台中有很多什么凤梨冰啊、凤梨冰茶啊、凤梨什么水果冰啊、综合凤梨水果冰，然后什么冰沙、冰茶什么的。对啊，凤梨台我觉得蛮多的。便利商店哦，好啦，便利商店没有，我讲的是那种手摇饮会卖的。台湾的手摇饮我真的觉得非常厉害，各种口味，我真的觉得很厉害。真的，你很难把台湾的所有手摇饮都喝完，每个都会有一点点差别。感谢。PPUNMAYSWJ 这是 Hello 你好啊，他也太快腿软了吧？是胖美吗？胖美，Hello。真的太简单了，我看是很难，除非我们等下打个龙翁，或是什么的，可能比较可以啊。我们等一下来挑。